着音乐，还好我忘了是谁唱，谁唱。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，喝完。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念不忘。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，多长。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？有什么分别？能够呼吸的，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果都一样。看当时的月亮，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。怎么？